其实这一次的即议事规则的收紧是香港民主的进一步的倒退、啊、即利用这个议事规则主席的权力呢，是令到这个的议会内外抗争这个的手段和这个的路线呢，是受到即不合理的规管和这个局限。咁呢一個即係站喺任何話爭取民主，特別有一啲所謂咩做咩維權律師嚟講咧，真係狗屁不通嘅。你維咩權啊？你係嘛？即係你係利用你手上喺呢個議事規則嘅委員嘅權嗰、那個嘅身份同埋權力，進一步扼殺香港民選議員喺議會上用呢個嘅抗爭嘅手段去爭取呢個嘅民主，同埋係突顯呢一個嘅。即係政府政策嘅唔公義嘅一面，咁所以呢一班咁嘅民主派都真係狗屁不通嘅，係嘛？你啱啱自己民主黨議員又走去跳海示威，你跳到唔好上嚟啊，係嘛？喂，你跳海都係一種抗爭嘅行為嘅手段嚟噶嘛？影響公共秩序係嘛？都影響噶嘛？三個水警夾住你，係咪仲用埋呢一個嘅即係孭埋救生圈添，荒謬到係嘛？咁所以即係。抗爭的手段是視乎那個環境，是用一種的手段來突顯這個制度的不公義嘛。所以就是正如英文所說，人民力量在這個議事堂裡面不會因為這些條例的收緊而放棄的，是吧？正如我上一次所說，夠膽就放馬過來，你即是拉我們坐牢，是吧？即鎖了我們不讓在這個議事堂，我們一定會在這個議事堂內外呢繼續用這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繼續抗爭，繼續突顯這個的政府不公義的一面，好嗎？那那個、我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件事，你議事規則委員會通過之後，那個大會就一定通過的，那個關係是議事規則委員會，因為這個不是分組投票的，在大會裏面過半數就過的了，所以你第一關要過了議事規則委員會，你議事規則委員會過了就即是是的了，是很大件事的，我告訴大家，你不要當我以為是小事啊。同埋大家看，這個是金剛圈不斷收緊，因為你議事規則委員會跟著透過這個的立法會通過這個的新的規定，如果你屢犯這個規定，就跟中文所說，他可以就說你這個的行為不檢而罷免你的原身份，即背後的邏輯是這樣來的。所以不要以為只是趕出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他跟著下來的個行為呢就可以即是罷免你的議員身份。我希望大家明白呢，因為他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裡面這四個民主派委員，他一投支持票呢你就過了，他們一反對呢就過不了的，是不是很簡單？所以個關鍵呢，那個罪魁禍首就不是保皇黨的，保皇黨經常都想做的做不到的， OK？ 現在就即是小事提升，你明白嗎？即是、哎、先給一些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有這個權，跟著下一步就是其他東西的嘛，是吧？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大家必須明白，是這個是要害來的。要害為什麼我們要譴責民主派議員呢？他要害在這裡嘛，他投反對票就過不了，過不了大會不用討論嘛，現在他一贊成了議事規則委員會，他大會一定過嘛，是吧？那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的了，是吧？即係我哋覺得佢哋即係所以我哋有一個講法，佢係自食惡果，將會即係好似雙養變法咁樣作法自弊。同埋我想指出一點咧，過去喺事務委員會裡面，雖然有議員離席做咗啲行為，但係喺主席要求之後咧，每一次嗰、那個被指滋事嘅議員咧，係離開咗個議事堂嘅，所以從冇試過一次咧。因為一些抗議的行為呢，是令到那個會議不可以繼續 進行，只是會有短暫的滋擾，是從沒有試過呢，因為在事務委員會裡面一些抗爭的行為，一些表達不滿的行為呢，是令到個委員會是不能夠進行的。最近一次呢就是長毛掟膠樽，其他事務委員會裡面很少出現這些東西，最多說話大聲一點，嗌下交啊，這樣，是吧？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很糟。過去的做法就是休會就行了，是休會十分鐘回來他走了，是不是那就開會了，即是他會阻慢了個會議的時間，可能是延遲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就是這麼簡單的了，是不是？即是現有這種已經是可以維持那個議會正常進行的，是不是根本不應該
去收緊呢個議事規則，誒呢個係好清楚嘅，係咪？嗱，因為我哋係被認為係當事人啦，係嘛？咁我哋講嘅嘢，梗係代表我哋嘅立場啦，係咪？大家都識分嘅啦，係咪？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睇下吳凱儀嗰個講法啦，係咪？佢公民黨有唔同嘅意見，但係吳凱儀個講法好清楚嘅，係咪？嗰個議會嘅精神你要維持先得噶嘛，大佬！你完全違反咗個議會嘅精神，係咪？同埋個議會嘅傳統。好啦，香港嘅議會越嚟越算人民，即係人大噶啦，會係。好啊，大家有咩問題？係。唔係啲民生問題可以合作嘅，所以是敵非友意思即係你咁樣做，咁即係你係我敵人噶啦，你當我係敵人噶啦，大佬有意思係咁啊嘛，你唔係唔可以喺度尋槍擲句係咪啊？即係成個行文，你睇呢篇嘢嘅講法，咁你大佬你都咁樣搞我，咁你仲係咩友啫？梗係敵噶啦，咁啊嘛，好簡單。喂，你衰過保皇黨啦，保皇黨你估到佢會咁樣做噶嘛？你係我盟友嚟噶嘛？唔係，同埋基本上係唔配稱做民主派咯。你任何民主支持民主嘅人士，唔係我對李卓人最失望。即係你係一個嘅極權，一個唔民主嘅制度，你必然會用各種手段去突顯呢個制度唔公義嘅一面，係咪？包括違反某啲嘅規程。即係你而家話，哇，原來唔得嘅，呢啲手段係唔得嘅。李卓人過往帶過大旺幾多個，即係帶過幾多次行動去做啊？你何俊仁過去做過幾多次即係抗爭嘅行動啊？係嘛？哦，你而家突然間就做咗尊貴嘅議員，個思維同保皇黨一模一樣，咁仲唔係敵人？嗱，你譬如嗰四位咧，你譬如何俊仁、劉慧卿、甚至湯家，我哋都可以理解噶啦，即係佢對我哋即係深惡痛絕，係咪？但係你李卓人咧，我就好難理解咯，係咪？更何況你頂我個位喎，大佬，係咪？頂我個位嚟殺我，而家就係講句難聽啲。係嘛？即係李卓人，我係好難理解嘅，亦都好難諒解。尤其是佢仲同我講，咁咪好咯？你都可以趕人出去，我係主席啊嘛，我係其中一個事務委員會。我話俾你，我一定唔會趕人出去嘅，係嘛？點搞我都唔會趕人出去嘅，係咪？即係你呢一個做法係好可恥，基本上係民主派係嘛？如果你建制派做有咩問題啫？好，OK，多謝大家。